雄呢，怕风、怕雨、怕太阳。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哦，我们热气球怕风，因为我们的球呢体积很大很大，重量呢很轻很轻，这样才飞得起来嘛。但是也因为它的体积大、重量轻，风吹来的时候摇摇晃晃，很危险哦。然后加上我们还会喷火。会烧到我们的球皮，会烧到我们的地形，还有我们一颗球皮很贵，所以呢，风大的时候没有办法立热气球。那我们正常的国际标准呢，除了中着地，哇，这个真的也是很危险哦。那如果我们的球淋湿，我们也找不到那么大的地方把它晒干。那球淋湿不晒干会怎样？旁边绕绕，各位朋友，
所以呢，我们想想，上古地区吹的会是南风或是北风？
很快，居然是第一波干起来的，很想跟大家见面。首先呢，